中国的武术。认识了四德阳师傅。从小他们呢就是很喜欢打架，然后总是惹事，之前呢就认识了德阳师傅以后呢，中国的武术并不是说要去打人，而是要就是说强身健体。对，强身健体。另外呢就是克制，学会控制自己，就是他所谓的那种信念很重要。喂。